有个传出诈骗的案件，因为伫网络的聊天室熟识不明网友，煞被伊假原告名义进入，要求被害者到超商来购买一万5000块的点数真诈财。经过店员发现有奇怪，立向北站派出所来反映。警方马上查觉，这是诈骗集团的惯用手法，所以有强力阻挡少年人购买点数，也成功阻挡这起诈骗案。被害民众在超商买15000块的游戏点数，而且面上心情真紧张。超商的店员向北站派出所反映，民警立即来到现场了解，才知影收到聊天网站顶端所熟悉不明朋友假原告真诈财。那被害人因为到这个交友的网站哦，被那个诈骗集团盯上哦，结果他就请他哦先到超商要买购买点数，与他进行交易。那因为我们都事前都有跟超商先打哦，超商的那个店员就通知我们到场，跟他这个被害人跟他劝导。因为在场环境极力抗说，因为被害者收到电话当中，知影各主定口语骚扰威胁，也非常的惊。所长施展杰也到现场，各地以控制电话码拢是转接的，而且电话端有外省人的腔。警方办过类似真侪诈骗案，加以向被害人强力抗说，阻挡诈骗。这个02你怎么可能是他这个都已经那个转经过转接了。这个民生北路1月8日再回去啊，他可能有右返。喂。警方表示，为了有效遏制诈骗集团的猖狂，将透过各种的管道向民众宣导反诈骗观念，并且要谨记防诈骗三要诀：冷静、查证、报警。唔当轻易将财物交予对方，并且拨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江吉奇采访报道。